大家好，我是醉人。今天去我们的拳皇零二风云再起加强版的时光，你说这一把是修正拳对战星惹。哎，小跳但是直接被捅，比利现在哎再捅一下，但是对手还是吹了一口火呀，这样在用的相当犀利。哎，板边去压制，但是还是被打。来看比利再次一个小跳，捅到下盘，哎，捅到中段。这个打远距离的话，比利也是很擅长的。正源在这个远距离喷火这个套路，好像对比利来说不行。压的板面，轻手九弧没有连住，在空中一个 CD 将他压住。哎，顶过去再来一棒。哎，双方还剩一点血。然后就在这时，比利又捅了他一棍，这一局就是愉快的结束了。下面来到第二局。第二局看肖申群的拉尔夫，这一局双方是三位选角色，比利直接暴气，给他来一个架招隐藏架住，好稳啊！这个架招感觉就判定他要出，他要这个压制了。哎，现在比利进攻进攻压了过来，来看上盘再捅一下，哎，下盘再捅，打三位感觉双方打得好愉快哦。哎，小棍捅下盘，空中一个 CD 还剩一点血，然后比利空中再给他搂上一棍子，这一次也直接结束了。下面来到第三局，看肖申权最后一个角色 K。 哎，双方相杀，前跑小棍捅下盘，哎 K 还是中了一招，然后小棍再捅下盘，好像对这个 K 作用不大。这一招现在 K 也开启一套 BC 连，升龙取消技，升龙取消技到板边没有接上大呢。哎，升龙取消技再连，还剩一点血， K 比利好像要撑不住了。哎，轻手跳地一个飞膝直接结束。下面来到下一场，下一场看新哥的安吉尔。哎，安吉尔后撤跺上一脚，一脚踢开又一个火球，逆向逆向过顶，一脚压住没有连上。 K 现在继续发动一炮压制，哎，进攻轻手封位到板边，继续轻手轻手火球又接上 BC 了，升龙取消技又来了，升龙取消技最后给一个大吗？最后直接给一个大，这一招稳了，好能喊的说呀，这个 K 的连段。哎，安琪儿已经不行了，最后一个小升龙直接结束，双方来到下一场。下一场来看新哥的东丈出场。哎，首先用波牵制，然后后撤一个重腿前跳压制，哎，下盘一天又一个滑步，下盘现在继续闪身，来看继用旋风，但是还是被踢了一脚，现在飞起走一把，重腿中了踢，哎，后撤前跳前前重腿，但是仍然中了一个火球。 K 现在向前继续一波压制，一脚踢开，哎，后撤闪身再次踢一脚没有连上，重腿轻腿，哎，轻腿小跳没有连住，再踢上一个火球。 K 现在继续向前一波压制反身位，轻腿抽到滑步，哎，东丈有点懵啊，被压制的完全找不到方向感，反身位收上一招，哎，闪身反身位轻腿 BC BC 滑步大招，大招居然空了，但是东丈也没有抓到机会。哎， K 继续反身位逃生闪现，突然闪现，这个速度好快呀！ 又一个大招轰了过去，但是没有轰到，一脚踢死。带小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